中国武术源远流长，其演变与历代科学、文化、艺术以至生活密不可分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。武术有门派之分，然而其中精神虽千差万别，而本是同根。武术是一家，习武者有身心的动与静，内外兼修，武德兼备，学习追求和平，推己及人的仁义精神。就让我们齐心合力，薪火相传，将中华国粹发扬光大。